10月23号是沈腾的40岁生日，当天他在自己的评论下晒出一张照片，并配文写道：谢谢大家的祝福。照片中只见生日就一个鸡蛋和半碗米粥，看起来也是十分清淡。因为沈腾近来又胖了好多，脸也圆了，身体也发福了。沈腾现身上海机场时，他戴着棒球帽，一身运动装，休闲舒适，非常亲和，没有一点明星架子。这个幽默的男人走到哪里都很有戏。不少网友表示沈腾胖了，此次现身沈腾的身材看起来好像瘦下去一些些，但是脸还是很圆润。看来在减肥的路上，沈腾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哦。相信瘦下来的他会重回颜值巅峰。沈腾年轻的时候也是校草一枚，皮肤白皙，五官立体精致，看起来很是帅气。然而岁月这把杀猪刀对沈腾并没有手下留情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沈腾身上的肉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了出来。如今沈腾不但事业有成，还升级做了奶爸，性格成熟稳重了很多，不过还是一样的幽默。